半夜啊，肚子饿啊，我叫了外卖，叫了麦当劳外卖。那这是它的薯条，你看薯条，然后这个是咖喱 sauce，咖喱 sauce，还有我叫了这个汉堡包，quarter 薄的 burger，看着里面是这样子的，牛肉的汉堡，还来了一杯可口可乐，Coca-Cola 这边，要蘸这个酱才好吃，好的，肚子饿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好吃，现在这种时间只有麦当劳开而已。叫一个 Grab Food，叫个外卖，直接很方便，送来我家，自己都不用下去那个餐厅，麦当劳餐厅吃。这薯条全部吃到干干净净、空空了。哎，让我品尝一下这个可口可乐。现在要吃这个牛肉汉堡了，你们看，哇，很美味一下，很香哦。你们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吗？哇，你看，半夜吃宵夜，真的是人生享受，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真的。你看，我都吃得干干净净，你看，这盒子只剩下盒子而已，你看，空盒子。我还有一个汽水，这边汽水要把它喝完。